淘点青菜来跟媳妇儿煮碗面，哎，牙子痛得很，吃东西吃不下去，哎，煮碗清汤面。你，就这个好得很，这个是菜心，这个就是广东南面的那种菜心，安得很，就是经得重吃。可以拿这个菜来送一点菜花哈，然后就给蜜蜂吃。够了，你煮碗面。全是自费。龙大姐清汤面。少走点儿，害怕吃。你吃怕的吗？吃硬的哦。软的，要说好多次嘛。这个爷爷整多点儿，爷爷吃不好。清汤底儿还有那么放？这个够吃，够不吃？这还要呀？这还要吗？还要什么的准备点的？不要，你要什么？这不就行了？有了吗？哎，蛮香的。真的吗？下来你不吃。哎，你这老牙子。把这碗吃完了，把这碗吃完，你牙子就好了。这没得几个面的，只有都是那个菜心心。味道好，还有中山的味道。中山。那时候还有还要的时候，经常大半夜起来说，煮面给我吃。你傻。啊，我不，我没喝酒，我不吃。好吃，辛苦了。我吃的，把这碗吃就差不多了。其实我们家的木头人还多好的，他不会表达，但是，哎呀，平时他就用一点行动，去感动你，去吸引你，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最真实小小的幸福，哼哼。你没吃完，赶紧吃！我吃不完，我来吃一点，快点。你不吃，你牙疼得哈。我吃点嘛。几种？喊我吃这就够了。多收点米啊！你多拿点青菜给我。这没含盐的，没味道的。你啥是一块钱我就吃？我不。你们家长得不用吃饭。哈哈哈。那我们就是吃不饱，还吃饭、吃鱼啊这些。哈哈哈。不够。
我喝开水了。